好，我要一个滑蛋牛肉饭，这边用滑蛋牛，哎，好 ，OK。阿姨拍谁啊？滑蛋牛，好，谢谢。方法真的收到很多，就拿起来就是腕，然后只有三个孔还连在一起，就有点把它打掉。如果你真的有摸到腕，就先留着。那我就是腕，直接我连看都没有看，直接插进去，然后直接丢掉，然后等到全部都腕的时候再开始看。之前也有这样，然后就没法做大牌，而且我觉得屁股啊，可是这样我会变成我不知道要不要吃。因为他丢有可以吃的，我就丸子可以吃，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拆到，就让他接不起，我都不敢吃。吃丸子就可以吃吧？跟实在说，不知道跟后面实在说。哦。不然这牌就浪费掉。对，而且他们好会走。会拍别人的牌，到阿姨他妈的记牌，不高的。现在每次到闹钟后转，闹钟后转，他可以边听，然后就边打那种很安全的牌，这样会让他的。